你想要啥，真的我都能达到他要求。临走时候一晃要50万走的，我说行，给你吧，你要走我给你涨点估计差。师傅，那是我们家加油站，我西边一个。啊，两加油站呢？嗯，这绝对是相亲界最有钱的大人，坐拥两个加油站，分手还给50万。来相亲的大爷68岁，退休金3000块，这大爷可不一般。别看长得不怎么样，人家就是有钱，说出来自己的资产，直接把红娘吓一跳。就那十股口，哎，师傅，那是我们家家产，我西边一个，西边那店库，哎，也真就到上。啊，两个加油站呢。好姐妹不用愁，找不到青年找老头，年纪轻轻就让你富得流油。大爷这个经济实力，听得我都想嫁给他了。不光有两个加油站，连旁边的房子都是自己的。那道北，这个道北就是我们家的，这个楼是我们家的，俺院里那楼是我们家的。哦，这个开那个超市那个。啊，这个楼是你们家的楼啊？那也是。院里是你们家的楼啊、嗯？这楼现在这买卖都是租出去了都啊？后期这门房租出去了、嗯、啊，楼上还自己弄的超市，真是小母牛做俯卧撑，牛逼耷拉地了。也就是大爷对性别有要求，要不然我都去参加相亲了。虽然在经济上啥都不缺，但是大爷对生活却很不满意。就我到这地步，就我金山都没用了，真的。咋的呢？钱财都没用了。对我来讲，对，哎呀，中老年可是这么讲，咱这么讲，那男的谁管钱？中老年钱都给他呢。嗯，临走时候一晃要50万走的，我说行，给你吧，你要走我给你涨点估计差。大爷的感情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，两段婚姻都是看中了他的钱，分手费50万说给就给了。姐妹们还在等什么？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大爷现在就想找个真心和自己过日子的。只要你真心过日子。你想要啥，真的我都能达到他要求。两家有的，嗯，没，可千万别说，这点千万别说，嗯，没用，哎，找个真心的。为了能找到个不看钱真心给自己过日子的，大爷特地让红娘隐瞒了自己的经济实力，就看哪个幸运女嘉宾能得到大爷的芳心。给大爷介绍的是61岁的张大姐，月收入2400，俩人刚见面就开始互相嫌弃。你想要啥，真的我都能达到他要求。师傅，那是我们家加油站，我西边一个。啊，两个加油站呢。嗯，土豪大爷来相亲，坐拥两个加油站，故意隐藏经济实力，只想找个真心和自己过日子的女人。谁知道女嘉宾刚来，大爷就没看上。第一印象怎么样？嗯，咋的呢？哎呀，赶不上我前面走两个呢，长得不行。咱说实话，你要是没有这俩加油站，大姐这颜值能配你两个来回，你俩站一起都感觉差倍了，感觉俩人不搭的扣一，感觉搭的扣眼珠子。我抽个烟，行不行？啊？我抽个烟。那咋上来就抽个烟呢？抽烟。我愿抽烟呢，不愿抽烟了。烟品。烟品啊。哎，一天抽几盒啊？啊？一天抽几盒？两包。真是小母牛坐火箭，牛上天了。大爷当着大姐的面就开始抽烟，小二郎腿一盘，可把大姐反感的不行。这烟抽也可够品的了。嗯，反正就是抽点烟。不喜欢抽烟，呛的多呛的。越是不喜欢抽烟的，大爷越是抽得起劲。本来俩人对眼缘就不怎么样，大爷的这些行为更是让大姐看不惯。你就抽烟没喝酒也会。是。抽烟喝酒都会，抽烟喝酒打麻将，他指定都得会。哎，对，都会，打会。他指定街上他都得会的、哎，不可能不会。哎、抽烟喝酒打麻将，啥都占了，不行。他要是那个明天说有应酬，就得出去抽，出去喝去。喝酒喝的五迷三道的，我看不行。真的，这个也喝酒也打麻将啊？我大月说说啥？那不讲不黄自己真啊！你顺着他说行，那黄了才好呢。是不是？咱得迎合人的意思，咱别，咱站着不同意，咱不是改了对人女的不尊重吗？是不是？这么多好这么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这酒到底行不行呢？我酒品啥？我就是应酬多点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搁家伙轻易都不喝酒，哎。那麻将呢？平时总打呀？上海干嘛去？
原来大爷压根没看上大姐，为了让大姐拒绝自己，大爷故意说天天抽烟喝酒，俩人最后也没有牵手成功，告别了这位选手，又给大爷介绍了56岁的曹大姐。大哥，等会儿你冷静一下，不是，怎么着？我通过你手给他，不是给你的，这不你们还有同志吗？就是通过我手给他，他买石棍花了真钱呢。咱们成倍补偿你家，你回打车。别，土豪大爷相亲要求高，见面就没看上大姐。直接拿钱把大姐打发了。来相亲的大姐56岁，月收入2000啊。别的不说，大姐对自己的颜值还是非常有自信的。我最有自信，我看你有自信呢？你感觉她能相中你吗？80%吧。画个精致的妆容，再买点水果，这相亲算是老太太擤鼻涕，手拿把掐了。谁知道俩人刚见面，大爷就没看上大姐。俊哥，你第一印象怎么样啊？完，我考虑考虑，完我搞电话跟你联系，行不行？不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咋想的？你跟我说实话就行。你非得让我实说，那你我就是不理解，没想中。好看哪了？啊？还是不好看吗？哎呀，这得咋形象？就说不，各方面感到不是那么，哎，就是感到自己说是上心，往心里头挺高兴的感觉。飞机上找对象要求还挺高，我寻思家里这么有钱，应该够买个镜子了吧。大爷一把年纪了，只想老牛吃的草。我最喜欢找个说是这个女的50岁的没结过婚，或者结过婚没有孩子，哎，我就说一个，哎，有没有好一点的，干净利索，人品好，哎，性格比好一点的，哎，是不是这就行。大姐不敢说利索吗？我最大就是没那印象，这啥都说了就没那印象。让你来相亲，没让你来许愿。大爷的择偶要求不是一般的高，当面就拒绝了大姐。你买水果，我跟着我不懂这事啊，得亏亏你啊，我就给他500块钱，完你偷摸给他得了。那他买水果也花不了那些钱吗？咱们是给咱就是。大哥，等会儿你冷静一下，不是，听着，我通过你手给他，不是给你的，这不你们还有同志吗？你就是通过我手给他买水果花了真钱呢。咱们成倍补偿你家，这还不懂姑娘，哎，不是这不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？有啥不好？那是歪，哎，别给少一下，别少。他说。你给大姐拿500块钱，我不要钱，要钱干嘛？别让大姐打赏。不对，不对。那给你给我拿钱干嘛？不要。不要。那你就见外了。你弄不了。朋友处变挺好，不要。你回打车。不要。不要，我不想撕吧。不要。不要呢，你弄不了，我咱们这你摘开，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来，你看撕过什么这？削我手咋的？不能拿，拿钱的，谁会没得？来，串门给拿2000，不买点钱不很正常？不得不说，大爷还是挺豪横的，直接拿出500块当做女嘉宾的路费，最后俩人也没能牵手成功。